我快睡着了。不是啊，我有喝能量饮料，而且我最气的是，他能量饮料竟然两罐有特价，我一直以来都是买一罐一罐的、欸。我中毒了，好了，我都一罐一罐买、欸，气死人。什么教主坏？我坏什么？搞短！飙！那罐子会爆炸、啊，气死！哎、欸，我知道你在这里，还不能打你，这是我最气的哎、欸。给我过来！哦，我是因为我刚皮黄色斧头吗？咦？国王哪里？杰克。等一下 GTA 吗？好啊，你在晚点出现的话，我等一下考爆跑去斗阵哦。GTA 要玩什么？啊！腰带有神奇的魔法效果，开牌组。为什么是在七点半的时候才 take 我？我已经在开台了，你七点半 take 我。叮！好啦，这款游戏算稍微可以一直玩下去啊。开始游戏，等下我们55分换游戏。今天把上次的偷偷摸摸破完哦，好啊，欸，我有看到人家国外，不是国外，人家好像5分钟破完那个，就是两个人破的，然后就是两个人平分100万欸。不要太过分哦，为什么你可以？明明知道你在那边，你还可以打我，真的是很过分哦！就是你，哇！你怎么可以偷毒啊？哇！某些快速释放技能，释放技能，我得点击并按住某个技能，可以打断。啊那样，啊那样，啊不是很秋。啊，不对啦！等一下啦，辅助。
去！这是什么？咕噜咕噜咕噜！靠，白痴哦，喝什么水啊？都快到了。哎，这真的太坏了哦。好啦，喝，有一束光，那瞬间 你怎么在这里面？执法者。对啊，我们要再研究一下。三分钟应该可以吧？就打完就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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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怕你啊？来啊，互怕互。哎，二十四层太痛了吧！我怕，不要！呜！死相怪，噜噜，我真血量了，跟你闹。安安 ，GTA，GTA， 这什么？闪电，风暴击碎者，哇！可使用元素攻击怪物的，他们可以灼伤、下毒、冻结你，千万要注意。好哦，我，看来是 BOSS 要注意呢，勇者。继续。有个看不懂规则的勇者，就这样杀了你。好的，我们再次要往哪边走？往上走。这就是打开 GTA 环节。哎，还有个没开，哪一个？桶子。还有一个桶子。哪里这个？好了，打开 GTA 喽。那我们先回去呗。退出当前游戏。好啦，这个游戏好像还不错玩啦，应该会继续玩下去啦。那先这样啦，我们去玩 GTA。GTA，GTA，GTO 了诶。执行。改分类。
我觉得最近我真的是太累了。最近主要是要顾直播，然后 YT 画图，然后顾一大堆有的没的，让自己太累嘛。然后就是因为太累，让自己很多时候耐心吧，开始变得慢慢没有了。就可能有时候玩游戏，口气会比较差一点，或态度会比较不好，然后就很怕这种事情状况发生，对啊，真的蛮怕的啦，因为就很怕得罪到人，或是可能当下口气不好，或是心情不好，可是就是真的没那个意思啊，可能但是人家可能会觉得说。就是不要这样子啊，还是什么的。选项。有点卡欸，确定。哎咻。欸，我的聊天室欸，刚我跟我妈争论宜兰有没有温泉，然后去查，结果游戏哦，好，感谢你，游戏名称应该不用改了，谁不知道这是 GTA？好，我就打斗阵特工，我说这是 GTA 模组的斗阵特工哦。你看，我原是要拔刀喽，那就拿个小刀出来。欸，那我可以再点饮药水，等他们上来啊。好，点饮药水。是排挤我吗？啊，没有啊，小周你在还在开直播？哦，对，还没开，好，那我等一下再下来。我们开了，开了，开开了，等一开了，下，我现在就开，我现在就开，不需要，马上不需要，开，不马需要，上不开，需要，不需我马上开，我马上开，没问题啊。然后开了之后，先来抽个奖哈，先抽个奖，干嘛还债啊？不是还债，不是还债，这是公告。哦。推广。这是公告。来，来，等一下，关一下，关一下，关一下。感谢牛排，感谢，可惜我这边没有牛排。嗷嗷嗷嗷嗷嗷嗷！哦，对，我在这边哈。上次 我的那个夜总会的车卡在这里。难过的地方，万是伤心地。真的是伤心地耶！天哪、伤心。他其实送不到吗？还是？没有，就是那时候大卡，那个夜总会的车最大台，然后他要送到一个山上山边。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太平洋的时候，在玩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小山那个隧道吗？他经过那个隧道前有个小小的山，那个像桥吧，就货车进不去那个桥，哇！卡直接应该说第一个那也第一是上道面的进炮去。管吗？还是什么之类对，炮管爬道，的？啊，那真的惨。然后投进去了啦，然后第一个进去了，可是你在桥要再出来的时候出不去了，哇然后就后来就卡在那边，然后就天道，不然你就是赶快跳游戏，那边赶跳快游跳游戏戏，会少一点点对，钱，会少一点点，但不会到全部损失掉。对。
哦，没有啦，因为他送三单啦，有两单是那个送完的，哦，第三单没送到。您获得了路上彗星狩猎包装。我要来转转盘啊！我要过去了。开场转转盘。对，转盘转盘转盘。为什么他都跟我说玩家不在战局中？嗯，我跟哈基在同一个战局啦。对啊，那我连哈基好了。你是刚是连我吗？没有，我刚刚一直连云月。哦。明天应该是会在下午或者是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开台吧。你要玩什么？嗯，就开个台，因为晚上要帮其他人玩，欸，跑剧情。跑 T 啊，跑剧。哎，对了，繁星是不是都也是下午会开个台啊？我都会玩啊。怎么会救一救？现在有保全呢。这么保全，要不要明天下午玩什么？可以啊。刚我是一点到三点吧，开一点到三点好了。保全，好，那我也是一点到三点。保全进来不好像收钱。一起开。嗯，好啊。一点到三点，好，我有没有问题，又有理由可以不用去健身了，没有啦，是这样子吗？没有啦，真的没时间去，欸，好烦哦。对啊，我今天也是没时间去，真的没时间去哦，太忙了吧？对啊，我们还在家乐福，不对，嘿，没事，没有啦，也没时间去健身房，有时间去家乐福啦，对，繁星还没进来齁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好，我要转盘，我要去找转盘。有两个路人，欸，是发千鸭，这个名字不会念，不知道。他也不是发大财。看到有组织邀请，我弟，耶，要零钱。我也转转盘，不过是我的衣服变这样了。没上课的可以来看啊，上课的没关系啦。啊，哇，谁的车啊？明天我也是下午开台哦，没意外的话也是一点。好，嗯。哦，这台车是从后座抓前座去的哦。对，你说新的那台车有卖，我看一下多少钱。你说。很难爬坡的那一台啊，对对对对啊，哦，180万 ，DSD 在开啊，要记录档哦，最近记录档实在是很烂的。你怎么离开战局了，云月？我怎么断了？我看怎么断掉了？看车看到断掉了，是看个车子而已，有什么断线的，啊？为什么？我只看车子而已，这车也太丑了吧！我连过去，如果转了这台车就直接卖掉，车子啊，车不能卖掉哈，不行，车可以卖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卖吗？你名下的车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啊，到改造厂直接卖掉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自己的车好像是可以直接这样卖吧？啊，没有车过了，车过了，没有，抽不到车，你车一万嘞。对，那，啊，要不要邀我啊？嗯嗯，你说雇佣吗？好，对啊。明天晚上不会开到下午，改到下午，对，先改到下午，对对对对对。对。什么检举台主卖萌？公开喂。啊，你本来就很萌啊。太萌了吧！现场各位观众评评理，影月比较萌。你知道一个选项吧？没有选项，没有选项，营业比较猛。你知道一个选项吗？对，营业比较猛。营业跟杰克，啊，不是这样吧？这样子，并没有。哎，杰克在卖吗？哇，断我怎么都会断啊？我是不是邀你们都会断线啊？是不是接下来繁星要断了，啊？啊，我又不能交易是怎样啦，啊？啊？我要去找富兰克林了吗？哎，总是人那么多，
对啊，你赚的越来越多。换个战局吧。好，换个换个。对啊，哈基可爱，哈基萌，没错。影月可爱，哈基可爱，哈基萌。影月二比一哦。哈基可爱，哈基萌。白星，你评评理。关键票在我身上吗？对，杰克可爱。二比一比一，二二一，没事没事，还是哈基可爱。哎呦。Hello， 一个人占据了。我还在天上飞。I have a job。哎。哎，现在贝克女士说她有了任务哎、欸，然后要她有，你可以不要断句断的那么奇怪吗？她是打电话给你对不对？对，48小时内什么东西的摩托帮、欸。她有时候会这样子，就是一些小任务。啊，什么搬家？摩托帮会所又搬家了。啊，可是我已经有了，我不需要。德鲁克所办七折，通属泽拉克六。赌场工作、欸，哎，我应该不一定要接吧？不一定啊，你可以拒绝啊。嗯，可是我接了，就代表我一定要接哦。你可以换个战局，他就不见了。对，你再换，你试试看。对，我去接，我去接。好，反正中间他们可爱萌中间混了好几个其他的可爱萌，玩家无法进，不在战局，可以连我。对，连起来看看。我在天上飞。飞。哈？连翻新。白痴哦、喔！我刚说他写歼灭韩国帮会成员，对，韩国帮会成员。你攻啥？然后歼灭谁？韩国帮会成员，你这现在只差几天，很敏感，你小心一点。嗯，没有，就是这真的吗？我音都被说是在那个人。对啊，这个我们在讲话讲讲，而且很扯哎，而且有人是说跟你讲都不能看卡通了哦。